公投第二十案是我们台湾公投史上第一个关于保护环境的公投提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你我这个世代作为世界公民最重要的一个公投提案，因为我们想要对世界来发声，来告诉大家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珍贵的地景，珍贵的生态系，我们台湾有责任有决心要把它保留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藻礁是什么。藻礁是由藻类造礁，它是由壳状珊瑚藻在春天的时候大量生长，会呈现一个烟红色的状况。当它生长死亡之后，它的骨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会留在这个滩地上面。然后它层层叠叠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像千层派一样的一个重叠。这些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沉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藻礁。在这个藻礁里面有非常多的孔隙，这些孔隙刚好可以提供很多的生物来到这边生长繁殖居住在这里，那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藻礁生态系。而这样子的藻礁生态系不是只有在露出来的地方是藻礁，留在水面下埋在水面下的这些也是藻礁。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礁体，我们如果在许多的画面里面会看见的，就是像这样子在这个层层叠叠的状况。那另外整个的画面会让我们知道，它虽然软脆，但是它整个胶体所需要的这个连续性，有一些的工程破坏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在在开发单位所提出来的原方案和这个替代方案，都会看见现在这个状况是在整个礁体状况最好的 G1 区和 G2 区在这里来进行工程。它其实外推方案的提出只是一个当我们公投联署通过以后，在开发单位所临时提出来的一个急救章，像是止痛药一样的一个提案，它完全没有办法来改变或者是来正视我们真正的问题，也就是藻礁破坏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外推方案来讲，在我们这个图面上面橘色这个部分，也就是外推方案的长堤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它的面积造成我们整个港区的面积大于增加超过20%。那这整个港区900公顷，差不多就是900万平方公尺的一个非常大的面积。然后我们看到在镂空栈桥的这个部分的设计，栈桥的意思很像我们在过坐这个公路的时候通过马路看见的这个那个桥墩。然后这个桥墩会造成哪一些的现象？当我们下基柱下去的时候，照样是破坏当地的这个栖地。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根一根镂空的桥墩下去，栈桥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破坏。而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边上的是一个所谓的排温导流堤，它是为了应付大潭电厂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出水的时候的状况。在这个入水口进来之后，大潭电厂经过发电之后，它的出水口需要从正中间这个出水口排出去，然后理论上它的这个水流会流出去的一个状况。这些设计都让我们担心的下面一个事情，也就是在开发单位所宣称的没有破坏藻礁、没有浚挖的这个质疑。这个质疑来自于整个4公里的这个海堤，它事实上是需要沉箱来一个一个接上去，把它形成防坡堤的一个结构。如果各位想象现在这个画面，沉箱就像这样子，这个沉箱它的面积是相当于篮球场那么大，然后它的厚度、它的高度大概是16到25公尺。
这样子的沉香总共会超过303个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丢下去，放下去的这个状况还不是像我们玩乐高的时候手举一个放下去，事实上它下面所压到的这些栖地底部还有生物其实都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把整个藻礁区包围起来的时候会发生哪些状况，整个环绕起来阻挡了跟外面大海的这个隔绝的这个状况，交流隔绝的这种状况，其实就相当于像是我们家在这个有开发单位来到家里，然后跟我们讲说，哎，我们不会打扰到你们家，我们也不会破迁，也不会强拆，但是你可能第二天醒过来就发现你是住在安全岛上面。现在住在安全岛上面的藻礁，它的差别只不过原方案是比较小的安全岛，比那个外推方案变成是住在比较大的安全岛的差别而已。好，那在许多的报告也显示，许多的媒体也有报告，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进行水沟模拟，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水沟模拟的情况。水沟模拟告诉我们的是，通常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进行港区行船安全的设计，所以它是要来看到说，哎，这个浪有没有变比较小，船可不可以进来。不论是电脑的模拟或者是大水缸来进行水沟的这种实体缩小的模拟，其实都没有办法来估计这里面对于生物所受到的影响。所以这整个告诉我们的是说，水沟模拟你一定要有限的参数，然后你可以进行无限多种组合的结果。而难过的事情是，我们的大潭藻礁全世界就只有这么一个，我们错误了我们就回不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担忧的会是在整个工程里面，我们最常看见的是所谓的突堤效应。简单来讲，就是在海流进来的这一面，迎向海流的这一面是淤积，背向海流的那一面是侵蚀的状况。这个案例全台都是，我们有300多个渔港，大大小小的渔港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一边淤积一边侵蚀的情况。那如果我们来看看，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港区里面又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设计，原因就是说它整个是外面一层是突堤效应，现在里面的这个大潭电厂的入水口和出水口都已经造成突堤效应，导致现在的 G3 区是会未来会沉积那个淤积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这样子的设计在里面也是突堤，外面在更大圈的也是突堤的情况，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看到在环差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在G1 区的外边这边未来会造成淤积的情况， G1 区会看见的是我们的这个侵蚀，然后未来淤积最多的会是 G3 区。 G3 区的入水口出水口一旦阻塞的时候，甚至于可能发生未来我们有气但是没有电没有水的情况，因为我们有天然气但是进水口淤塞了，水进不去的情况。好，那么整体来讲，我们都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更让我们质疑的会是在当淤沙进到我们港区里面，那会发生哪些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那个 G3 区的淤沙我们可以用清淤的方式来进行，但是请注意到这个地方因为孔隙很大很多，并不是像我们台中港是一个沙港，它的沙子也不可能用铲的方式把它铲起来，也不可以要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清淤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清淤到底是什么时候清多久，强度是怎么样，然后清起来的是用喷的还是用挖的，甚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这个强力水柱喷下去的时候，那住在里面的生物该怎么办？所以整个我们看见外面港区外面淤积，里面也淤积的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的是在借由这个过去以来看见的变化，
我们在上个世纪以来都看见我们做这么多的港，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影响，包括这三百刚刚谈的三百个这个港口，已经有这么多错误的这个方式，我们把我们台湾的海岸线破坏殆尽，我们西海岸只剩下9%、10%的自然海岸，90%都破坏差不多了，不是被那个海堤，不然的话就是港区人工海堤到处都是。我们明知我们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在作为这个提案，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的一个补考题而已。我们声称我们是海洋国家，那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海岸线？而且这个藻礁它有7600年的一个时间这么长，那么累积在这个地方，绵延到海边海岸里面都是藻礁的情况下，超过5公里的话，那这个区域值不值得，是不是应该我们现在好好的保存，而不是在现在的原方案和外推方案这差了455公尺之间来讨价还价。那么同时也想一想，我们作为世界公民，我们有哪一些的决心？现在大家都知道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最近才刚刚发布的全球气候变迁指标，事实上我们台湾是全球倒数第5名，哎，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和我们的环境共好，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藻礁能够有更多的承诺，我们不要在上面像是这个捉迷藏一样，一下子在原方案，一下子在外推方案，事实上不管哪一个方案，它一样都是破坏藻礁，它一样会让我们留下遗憾。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议题，因为我们作为世界公民，我们最大的决心就是要有共识，好好的保护环境。谢谢。谢谢。现在请反方代表詹勋贵律师请12分钟。主持人林委员、正方代表林教授以及观看本次意见发表会的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刚刚那个正方代表林老师讲了非常多这个藻礁生态的这样的议题，其实我非常佩服林老师在环境生态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其实我认识正方代表林老师呢，其实是在我还是在环保署副署长的任内，因为政府那时候中南部的这个空污的议题非常的就说这个严峻，那环保署当时呢就必须要到中部南部呢去提出一个14+N空污防治行策略，好到中南部去跟在地呢居民啊团体去做一些说明。那第一次见到林老师其实就在那样子的场合跟林老师第一次见面，那第二次跟林老师碰面其实也就在他的学校东海大学，那时候也是因为林老师非常关心这个学校的师生，尤其是学生呢受到这个中部空污的这些影响呢，那希望呢多一点人去那边讨论呢这个空污可不可以有如何的可以有效的改善。那刚刚林老师有提到说这一件公投呢是第一件有关这个环境方面的公投，但是其实我们看看环境基本法2条它怎么定义环境，其实环境呢包括了土地、森林、自然生态之外，其实它也包含了阳光、空气、水以及社会文化等等。那所以如果今天中南部的居民关心的是空气污染的部分，这是不是环境议题？当然也是。那刚提了很多说我跟林老师认识的经过是在我还在担任环保署副署长的任内，那当时最后呢我为什么那个辞职离开了这个环保署副署长这个职位，其实也就是为了今天大家要讨论这个核心议题里面的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问题。在当时我确实也如跟那个林老师的立场一样，我也不怎么支持原来的那个方案，但是在今年5月3号政府提出了这个外推方案之后呢，我详细的去检视了它实质的内容，以及8月份中油
送到环保署那本厚厚的环差分析报告。那我详细看了之后呢，因为它不再菌生，也不会回填，我相信呢，它对于这个藻礁生态系的影响已经降到最低，因为不会菌生，不会回填，所以不会对之礁体产生严重的破坏。那当然，是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我刚强调的，就我看到呢，就是说至少它已经对这个藻礁的生态系可能的影响已经把它降到最低。但是如刚刚我提到的，那环境议题里面呢，不会只有自然生态的部分。空污是不是环境议题？是。减碳是不是空污议题？这些都是。所以呢，我认为呢，其实外推方案它已经不单单只是这个环保跟经济之间的拔河一些 对抗，那反而是呢，综合了对藻礁生态系减煤、减空污、减碳，甚至呢可远离核废料以及核灾梦魇等等多元环保价值的最大化的兼顾。但是呢，今天这个公投案呢，只是要让我们投同意与否，它反而是一定程度的逼着我们呢，在不同的环境价值以及不同区域它所最关切的议题里面呢，去做一个最无奈的选择。我觉得这样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这些环境价值它其实没办法去分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应该要同等公平的来看待。而且藻礁迁移就是把三阶迁移的桃园大潭这样的一个公投，名义上说是珍爱保护藻礁，但是重点它的从它的主文来看，其实最适切的简称应该是三阶迁移桃园大潭。那迁移之后到底会产生怎么样子的影响，这个影响重不重大，其实我们在公投理由书里面完全看不到。那当然也许是提案人没有料到，但是当我们详细去书爬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但回到说那个林老师最关切的这个藻礁的议题，刚提到了既然不菌生不会回填，它相当程度已经对藻礁生那个藻礁礁体本身的影响已经相对是降到比较低，而且因为不会菌生不会回填，它对于海底的那个羊浊泥沙的羊浊相对的也大幅降低。那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对于底栖生物尤其是柴山多胚孔生物的影响，我相信相对也都会降低，降得比较低。那所以呢，在这样就说后来其实不管是提案人潘宗正老师也好，就说整个正方的代表，他们大概从原来认为会原方案会直接破坏礁体，改为说那外推之后可能还是会破坏藻礁生态系。那我们就要问说，那大家所你们所指的藻礁生态系的范围到底到哪里？其实有一张图可以详细的去显示说，这个藻礁的桃园市的藻礁的这个生态分布呢，其实从最远的从最北的许厝港一直往南，它都有间断的都有这个藻礁的露头出现。那我们要看一个生态系，当然不能只是定格在桃园大潭这么狭小的一块区域。那如果我们从北起这个许厝港的湿地，一直南到这个永安渔港这样子的范围来看的话，这么将近20公里长的范围，那大潭的这个三阶外阶的那个最外侧与海岸平行的黄坡体，大概只有2.7公里，这样子的新建到底它会整个生态系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好，其实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呢，这样子的担忧，我们是不是一样要跟刚刚提到的不同的环保价值，尤其是减煤、减空污以及减碳这样子的价值呢，一起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我们来衡量，我们来兼顾。那刚刚林老师提到的，就说担心说会有这个突堤效应的问题。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点状的那个，就是跨距的离岸将近1200公尺的离岸体，那这样子的离岸体其实依照成功大学的水工模拟试验呢，它反而可以让
岸边到水深十米以内的这个范围呢，它的水流会加速。那会加速的情况下，其实反而是内陆这个漂沙震荡最厉害的部分呢，反而不会产生淤积。那所以这个离岸结构物跟一般我们定义的就是说从海岸密实的往外延伸的这种体，所谓的凸体，其实它是不可同日而语，它不会真正的就说根本不会产生所谓的凸体效应。那至于刚刚林老师提到的可能其他原先已经既有的结构，不管是这个原来台电的或者另外一个这个结构，这些结构物呢，像以这个温排水的结构来看，这因为它的新建之后反而会造成让居山的礁体，尤其像关心藻礁后来被划为保护区的这一部分，可能产生侵蚀之后呢，可以完整的露出，那后来发现之后把它划设为保护区。那现在这个离岸体刚讲了，除了它的定义跟一般我们所讲的这个凸体效应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之外，前两天也有中央大学的那个水海所的所长有一篇投书，他也明白的强调说这个绝不会产生所谓凸体效应而造成依据，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请正方代表林老师可以非常的放心，这一部分不会产生。那但是呢，如果万一今天这个公投通过的话呢，对藻礁的影响可能没有，就说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未必完全会发生。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刚提到的中南部检控物的期程会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我们看看画面上这个最上方这个最凸的这两个，这是呢在2024年2025年有大量的大型的机组必须要除役，可是下方呢除了一些容量因素比较小的再生能源，就太阳能也好风电也好上线之外呢，其他的机组其实明显的会产生不够。而且呢这里面的机组呢包含了就是台中的新一号机新二号机这个燃气机组。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机组呢，那个纵使了环评通过之后呢，也在台中市长卢秀燕市长坚持在都审计划卡关之下硬生生的被挡了一年半。那其他的机组其实相对的都有它不确定性，那其中包含了大潭八九号机组，纵使它如期可以盖好，可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气源来供应的时候呢怎么办？台电是把一到六号的气源呢把它降下来，调度优先调度给这个比较高效率的八九号机组。那整体来讲，当然这个供电上坡就会产生比较窘迫。那如果今天因为供电窘迫而需要有找出替代电源的需求的时候呢，要从哪里来？是不是就变成要从中部？我相信这就是正方代表林老师 最不想看到的。中部因为反空污中火长期的被减煤降载的一到四号机组或其他机组里面呢，去增加烧煤增加发电，或者以邻为壑又跑到了南部高雄的新达电厂去延役或者增加烧煤，我相信这一些都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当我们这样子的提出这个公投案如果通过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影响的时候，我记得提案人潘中正先生呢有讲说，这样子我们是在撕裂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很沉痛的跟大家说明，这绝对不是在撕裂地方，我们是要做到的是说要去维护区域的公平正义，不能呢北部的人用电量跟中南部不相上下，甚至没有比较少，但是呢都用洁净的电减少重工业污染。那但是呢现在为了藻礁的生态保育呢，要让中南部的居民要忍受更多的空污。谢谢。好，谢谢。现在请正方代表林慧珍教授发言12分钟，请。大潭藻礁已经被国际海洋保育组织非常知名的组织蓝色任务认证成东亚第一个希望热点，我们非常有机会在海洋保育在国际上面发光发热。蓝色任务它是借由民间的力量来把在全球各地的海岸值得保育的地方把它保留下来，
同时我们在这个变成希望热点的情况下，我们变成和澳洲的大堡礁还有日本的琉球海岸变成是同等级，日本琉球也才刚刚通过变成是第二个东亚的希望热点。除了蓝色任务之外，我们还在这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看到一个专辑来做藻礁的专题报道。这个专辑报道里面，我们看见在藻礁的整个的样貌非常清楚。另外，我们看见它的生物的多样，生物的美丽，同时也借由绘画的方式，我们看见 3D 的一个画面，让没有去过藻礁的人多少有一点机会理解到这个藻礁生态系的独特性。我们受到国际的重视，那我们自己国内有没有重视它呢？我们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研究的过程当中，有许多非常受瞩目的动物来到这里，包括我们的红肉阿济角。红肉阿济角它是在国际被列为濒危的物种。红肉阿济角不但是不只是大鲨，而是小的幼鲨来到这里。事实上，它是渔民挂网放在藻礁礁体上面，在涨退潮之间看到这些小鲨来到渔民的渔网上面挂在上面，表示说幼鲨是来到藻礁区来进食觅食的。另外，正中间的是我们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它是我们的一级保育类的珊瑚。那么除了随着这个努力量的增加，除了随着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当然它被发现的群体数量越来越多。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接近100个这个柴山多杯孔的群体，我相信未来也还会有机会能够让它的群体数量被发现的更多。而事实上，它最大的群体体型呢，事实上是在比较深一点的潮水位置，所以借由许多要配合潮汐的情况下，你才能够认知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其实我们对它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另外，白海豚都来到我们这里了，台湾白海豚现在在我们西海岸也是微微可及，它来到的位置甚至于是非常非常靠近岸边，它来到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大潭电厂的出水口不到500公尺的地方，那未来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港区的最中心的位置。好，想一想，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不论是原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它发生的事情都会是让我们的水域和这个自然海岸的隔绝。这个隔绝会造成像我们的刚刚讲的鲨鱼，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到我们藻礁的潮间带，不得其门而入是一个。当我们好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藻礁区的时候，还可能发生鲨鱼走迷宫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港区里面的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既有这个栈桥，又有入水口，又有出水口，还有一个温排导流体，它的画面看起来就会变成有点像我们在打弹珠的时候，那个弹珠台上面那弹来弹去的情况下，这个鲨鱼会不会有问题，对不对？那另外的话，鲨鱼靠着非常敏锐的嗅觉在判断，在游动。我们现在把这整个港区把它围起来的时候，事实上非常有可能造成那个空间迷航的情况。那这些担忧不打紧，除了是靠到岸边来的生物之外，在港区里面的生物又会面临哪一些的挑战呢？这个港区因为正中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潭电厂的出水口。出水口的意思，事实上它就是因为要降温，降那个电厂里面的温度。那发生的状况就会是，这个温度水温会比较高。本来的开阔没有海堤的设计的时候，它应该是跟自然的海水来混搭，然后能够赶快降温。但是我们不论原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未来把它围在里面的时候，都会造成降温上面的困难。
这个降温上面的困难会有哪些呢？我们看见的环差报告书里面显示，原方案对于这个整个港区的最大的温度升高会来到 3.58 度。如果是外推方案，它有比较好，它降低了 0.04 度，来到 3.54 度。各位想一想，这样子有差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一下，当我们现在正在应付全球暖化这个课题的时候，是在担忧的是正负二度 C。我们现在正负一度 C， 一度升温一度大概是追不上了，应该是没办法达成。我们现在努力的想办法控制在两度 C。可是想一想，3.54 度 C， 我们不是就是提前来到的海洋暖化现象吗？而住在里面的生物，如果是在这个画面里面，你大概可以想见这个状况，它的温度不断升高的状况，居住在这里的鱼、虾、螺、贝等等，我很多我不太认得的这种生物，它形同是一个三阶海鲜锅的状况吧。它的温度这样子持续的都是在提升的这种情况，里面的生物未来怎么样来克服这个不断升温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住在这里潮间带的生物，因为海洋是溪流的终点，海洋也是生命的起点。其实有很多溪流里面的生物，它会降到海边来生殖、来孵化。在这个画面里面，是非常靠近藻礁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溪流上面，我在一个大概是一月份的一个时光里面看见的，非常非常多的毛蟹是在一个很小的溪流上面。那这些是它孵出来之后要溯溪而上，然后回到它原栖地的。我们经常来羡慕国外的螃蟹，例如说这两天我们看到澳洲圣诞岛的红蟹在过马路，我们赞叹，但是回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家的毛蟹它要完成的这个生命史有没有办法能够顺利完成？所以健康的海岸线，我们才有健康的溪流。我们要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的海岸线，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溪流。在这边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跟渔民还有跟这里的居民来做对谈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小时候这里基本上就是鱼米之乡，因为他们不然就是闻到稻香，不然就是闻到晒鱼的香味。事实上这个地方在过去以来都是非常好的渔场，在日治时期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渔获量甚至于高于这个基隆海岸海港的渔获量。当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破坏的渔场，其实造成接下来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渔场消失，我们的渔港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市场也都会一个一个消失。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挑战，会是我们要做更多的远洋渔业，我们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接下来的渔获，接下来在餐桌上面的鱼的这个价钱也会完全不一样。坦白说，这些消失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回来想一想，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电的开发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然后这个在这整个衡量的当中看到，我们真的很不希望未来穷到只剩下电。想一想，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经济与环保的选择，也不是环保与环保的选择。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这一次的公投案，事实上它是一个价格与价值的选择。我们看到太多的这个宣传说，如果三阶不盖的话，会多烧500万吨的煤，会少发多少亿度的电。这些让我们思考，我要用什么东西来换？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什么叫做自然海岸了。那么在这个不断消失的海岸的当中，今天这个公投提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决定破坏了这个藻礁，然后也让它在苟延残喘，在安乐死的一个情况，让它状况不太好，因为整个包围起来的情况。历史会记得我们是怎么样选择的，不论原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都是破坏藻礁。所以12月18号请投下同意保留藻礁，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思考我们对于能源开发，我们对于自然环境这些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希望留下健康的海岸线，我们台湾人民要觉醒，我们要为世界留下台湾的特殊的地景，然后许下与大自然共好的承诺。这样子的一个特殊地景，值得我们用更多的力量把它保留下来。我认为这个状况，这个选择，才是我们真正的台湾核心价值。12月18号，请投同意第20。谢谢。现在请反方代表专顺贵律师，请。首先澄清一下，刚刚在第一轮的时候，林老师说 G1 G2 这个属于这个柴山多杯孔就被发现那个最多的地方呢，还会继续有工程。其实外推就说本来他就已经，即使原方案都已经避开不会有工程，那现在外推方案之后他更不会有任何的工程。那这我们就用栈桥式的规划，它的落墩呢，其实只就说落墩的部分，中油公司它有详细的调查，只要有发现有柴山多杯孔的部分，或者说距离过近呢，其实那个墩柱都已经有适当的去改位置。那外推方案之后的这些这个北黄波堤，整个经过的这个地质钻孔呢，其实也它的设计呢，也都会尽可能的去避开可能还有的零碎的礁体。我们不敢说100%对藻礁生态系不会有影响，但是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个方案在我看来已经尽可能的把对藻礁生态系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但是为什么不能完全放弃？因为我们必须要兼顾其他的环保价值，维护中南部居民期待尽快减煤减空这样子的区域公平对待。那回到刚刚那个正方代表林老师陆续提到的，第一个他有提到红肉阿济角这个议题，其实他刚刚林老师也提到，他是从渔民的渔网里面去拉布中有发现，但是其实在这本环查报告里面，中油有在委托了学者去做调查，其实他发现从北从基隆一直到高雄大部分的渔港里面，其实大概发现呢，其实都有这个红肉阿济角的幼鱼被发，就说被发现。那如刚刚林老师所讲的，它可能是被产下来之后要回流到比较岸边呢去，那个就说去觅食，但是它绝对不是完全是依赖在这个藻礁生态系之上，因为从藻那个红肉阿济角被发现的分布范围显然不是这个样子。那再来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外推方案的这个堤，其实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堤防的设计，它不是完全的封闭，所以呢会不会有所谓鲨鱼空间迷航，我不敢说一定不会有，但是至少在跟完全封闭的港来看的话，这里会产生空间迷航的可能性，我相信一定是会小很多。再来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刚刚林老师可能对于这个环评或者环这个之前的环查报告书或者最近一份新的环查报告书的解读上面可能有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会。刚刚提到说山阶呢会导致周边的海域升温3点多度，其实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在环查报告书里面有模拟，
如果是采封闭式的设计的话，它可能会影响的升温可能是不到 0.5 度。那里面它提到一个什么最大升温可能会到 3 点多度。对不起，那是因为台电的大潭电厂所排出来的这个温排水导致的升温，不是因为三阶新建而造成的。三阶新建刚提到的，第一个它离岸，所以呢沿岸到水深15米，至少 这一部分呢的这个洋流，主要就是以南北向的这个洋流的交换，没有任就是说不会产生任何的阻碍，所以其实根本就不会，就是说对于这个可能的升温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更何况我们可以拿现在有盖接收站的那个永安港永安接收站那边来看，反而是 LNG 船把这个液化天然气进口进来之后呢，其实它反而就是说我们就说那个液化要重新把它气化的时候呢，需要那个水流进去，那个水最后呢反而变成了这个冷却水，是当那个水温呢其实远比周边的那个海洋的温度还低，所以呢让周永安附近的养殖业者呢都优先的想要去取这一些，因为那个接收站所排放出来这些冷却水去作为他们的养殖，而养殖出来的石斑就会变成是高单价的。所以反而这个地方这样就说三阶盖了之后，理论就说不仅对于不会有这个所谓升温造成的这个周边这个不管是柴山豆贝公珊瑚也好藻礁或者其他底栖鱼类产生任何的影响，甚至会不会在周边带动的另外一个养殖鱼类，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待观察。那其实不管是上一次的意见发表会里面那个蔡雅云律师有提到了，就是那个全球气候变迁以及这个 COP26 就 COP26 会议里面一直讲说要这个这些减碳的议题。那刚刚其实那个林老师也隐约的带到了，我们这张有这张图卡，大家来看可以看一下，这是 COP22 的这个大会的主席。所有的媒体大概如果我们常说那个主席落泪的，大概查一下都可以看得到他为什么哭泣，为什么落泪，绝对不是因为大家这个，就是说因为天然气在采集过程中的甲烷散逸过多，或者说因为对这个天然气的使用量过多而哭泣。他的哭泣是因为在最终协议的时候呢，本来整个会议里面讨论最核心的脱煤的这个议题呢，受到印度、中国的反对，而把要淘汰的煤炭的字眼改成了逐步减少，因此主席下马才落泪，并且向所有期待的国家致歉。为什么要优先减煤？因为大家 都认同说2050年要净零碳排，可是这是一个遥远的口号。上一次的那个反方的代表赵家伟博士最终的一句结论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不能只是支持遥远的愿景。其实这个遥远的愿景，正方代表里面是就说我听过的所有的那个其他人的那个发言，不管潘老师也好，那个蔡雅云律师也好，陈先生律师也好，以及在他们的那个提案理由书里面也都写的，也是他们认同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单单只是支持这个遥远的愿景，而不去守护它可能的路径。那这个路径里面，在 COP26 里面最重要的，尤其在2030年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减的那个要减碳的目标里面，其实最优先要被拿出来讲的就是要减煤，因为减煤的那个减就可以达成减碳的速度远高于这个天然气 的消减，因为天然气每发一度电 所排出来的碳呢只有烧煤的一半，更何况呢烧煤的这个会造成的空污的严重性也远远的高于天然气。所以当我看到呢最近的一场记者会，许许多多反空 当时严厉的批评政府反空污太慢，减煤反空污太慢的这些团体呢，回过头来他们支持这个本件的这个公投案，而完全忘记了他们
当时是怎么的要求政府要快速的减煤来改善空污。试想，今天如果今天三阶这个迁移桃园大厂这个公投真的通过了，天然气上不来，我们的能源转型的这个路径里面呢，要2025年要把燃煤从40几%降到30%，燃气要从30%要提升到50%，这个路径里面气上不来，煤当然就减不下去。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凭什么去跟人家讲我们2050年要净零碳排？更何况连国际能源总署都认为说，人类在往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中，过度在过度时期，就100%再生能源或其他更好的那个净零碳排的这些能源的过程中，辅助性的燃料就是天然气。这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却因为把藻礁生态系的价值上纲到最重要最重要，而忽略了中南部居民的需求，甚至呢，燃煤不生而可能考虑被迫考虑要延役这个核二、核三厂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就说这样子？我们怎么去跟这些地方的居民去说服说，你的身体健康没有我的藻礁生态系重要？我们能够这样讲吗？当然不行。所以外推方案才是经过我严格检视，我才会认为说，它确实是一个可以兼顾藻礁生态系。那兼顾当然就是说，把它的影响已经降到最低最低，兼顾藻礁生态系，可以兼顾减煤、减空污、减碳，以及让北海岸的居民跟垦丁、恒春那一带的居民早日的脱离核废料以及核灾梦魇。这样子的区域公平的诉求，其实我一点都不离谱。但是我们今天比较不解的就是，本案的正方代表一直的强调藻礁生态多重要，对，它已经在地球上可能已在这块地可能已经存活了7000多年，那一定程度也就表示说，不管这个山海苍田，它的韧性很够，我们要对它加强保育的，应该是上游的这些工业污染要尽可能的减少，也不要直接去破坏礁体。当这些都避开了之后，我相信在兼顾减煤、减空污、减碳的期程之下呢，其藻礁的生态系一样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最后我还是要必须要呼吁，纵使我以前曾经支持过三阶的原方，就说不认同三阶的原方案，而觉得应该优先保护生态系，现在我改变主意，我觉得外推方案是可以兼顾这些多元的环保价值。纵使因此被以前的这些朋友骂我背叛保育价值、环保价值，我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事情。